喽，大家，我是咪咪啊。我在这个商场这里看到这个口红机啊，然后查了一下，这个好像是叫做圣罗兰是吧？还有这个迪奥的口红，这个什么牌子的？我说我查了，这些口红都要200-300块钱一支啊。这里一个50元，6个币的。第一关。哇，第三关。哦，吐血。哦。哎，没时间了。爆炸，最后一把。你看他故意不转到那里去，你看到那个地方就特别快。你看，没办法，没时间了。好了，刚才玩的真的是心态爆炸，然后又不死心啊，可能是赌徒心理吧。第一关还是特别简单，感觉就是送分的，我就挂了一次，也是太粗心了。然后我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第二关和第三关的时候，你手上就还剩一两个口红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间又剩10秒以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转盘转得特别快，这个缝隙大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对着那个口红啊，即使对着也是从那个口红那里快速转过去啊，所以这个口红一直对着那个缝隙特别窄的地方，然后时间不多，没办法，你只能点这个屏幕，所以特别特别难通过。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，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。然后一共充了200块钱啊，一共玩了25下吧，所以说再添50块钱都可以买一支口红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，拜拜。